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二音的世界。今天来到圣地亚哥海洋世界 Sea World San Diego， 那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场馆，因为呢，我个人呢非常喜欢看动物。那门票呢不算贵啊，60美金一张，但是景区的这个东西呢还是挺贵的。我买了这么个帽子呢，花了23块钱。那进门的右手边就发现呢，这也同时是一个游乐场啊，在这儿呢有这个空中飞车、过山车呀、激流勇进等项目啊。要说这些娱乐设施有啥不一样吧，我觉得只能说颜色或者形状吧，都是蓝色的，模拟呢鱼儿呢在海里游的感觉。那海洋公园的重点呢还是看这个海洋动物，那这里面汇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大型的海洋动物，像这种鱼呢我从来就都没见过，乍一看呢我还以为这是个假的，等游起来呢才发现这是条真鱼。但在这个公园里面呢有很多的表演，有海狮表演、海豚表演，还有著名的这个杀人鲸 Killer Whale 虎鲸表演。那这里的表演呢确实是与众不同，那驯养师呢也是非常的有经验，而且呢每次来到这儿看到的这个表演呢都是不一样的。那到这边看表演呢还是需要计划一下时间的，因为表演呢比较密集，相近的时间呢游客呢只能看一项，那下一次呢就等上1到2个小时了。不过这儿的这个项目呢还是够多的，你不愁在这个表演间隙的这个中间呢没有事可干，因为更多的这个动物呢其实是不会表演的。那有一些呢是因为智力不够，那有一些呢是不屑于表演，还有一些呢就是不愿意被驯服。海狮本身呢就是社会型的动物啊，所以一般来讲呢还是很配合的。其实野生的海狮呢看着也是懒洋洋的，表演的海狮呢就不得不非常的勤奋。那应该说每个海狮都有自己的命运吧，也许他们会喜欢现在的生活，那也许他们呢也会隐隐的憎恨人类。这边呢不只是一只海狮，那他们呢会轮番来上台表演，还有这个水獭那也会参与表演。那不确定这只海鸥呢是不是也是表演的一员啊，估计呢主要是奔着吃的来的。Yeah.
오빤 강남 스타일 这个海洋馆呢，在这些表演旁边呢，都会设有一个更好的一个观赏点，让游客呢近距离去观赏这些动物。当然了，这个不是海狮，这些是海豹。但是就是在每个大的这个池子下面呢，都会有近距离观赏的地方，而且整个这边的这个植物啊，也特别的不一样，看起来呢特别的有意思。像这种植物呢，以前呢我是从来没见过的。看完这个海狮表演呢，就是可以来看这个海豚表演了。海豚呢同样是一种社会型的哺乳动物，那属于鲸类啊，喜欢群居。海豚的这个皮肤光滑，而且身体呢矫健灵活，非常的善于跳跃和潜泳，是在水中行动最迅速的哺乳动物。那拥有发达的声纳系统，也就是回声定位功能，那不论是在水中呢还是在空气中都有极好的听力。那这边的这个海豚的表演场地也很大，这些台子呢包括这些架子搭的呢，其实以前的海豚表演呢更加的精彩，它会有人直接骑在或者是踩在海豚上来回呢在水里面穿梭。同样呢，上面那个高台呢会有人吊着威亚呀来回的在上面飞。应该是觉得主要是这样的一个表演方式呢对这个海豚呢太不友好了，就改成了这种配合着音乐呢来跳跃式的表演了。即便是说精简了，但是整个的这个表演呢依然是很精彩的。
太多的植物都没见过了。这牙啊。看完这个海豚表演呢，就可以去看这个火烈鸟。然后呢就直接去看鲨鱼了。鲨鱼肯定是不会表演的。他们呢给我感觉要么就是在睡觉，要么呢就是在水里面游来游去。这儿的这个鲨鱼馆特点呢就是鲨鱼特别多，各式各样的这个鲨鱼呢都有。有一个比较短的一个海底小隧道。那上面就一个鳍哈，哎呦我天。哎呀。这玩意儿也太大了。这鱼眼睛这么大，金龙鱼。嗯，金龙鱼，1:1，那底下有条鲨鱼啊。这里是小的哈，这个鱼上面有个大斑点，小鲨鱼，这应该就是刚才那大的的幼崽。那边有个超级小，这么小，看这个，这是个海底隧道，应该是有一个电梯，带你一起走。
那真的啊，剩那啥子呢？远处那个看见没？特别大，这玩意儿在海里一游哈、啊，挺那啥。这你说这些都不算大的。我看这还有个睡觉的。哦。哎呦。最大的基本。你别说这个鱼，那嘴还那样的哈，挺有意思，挺算鲨鱼里面比较可爱的。这是真正的这个鲨鱼牙的模型，你看这牙一共有前面只有大概三排牙，上面是两排，但是多数地方都是有双排，而且各个方向都有，基本上我觉得想怎么咬就能怎么咬。我觉得在这个圣地亚哥，不管你在哪儿游玩呢，就是都会有很多很不一样的植被。这边的这个玫瑰呢，看着长得都不一样，然后这边不知道为什么啊，鲜艳了很多，感觉红了很多。紧接着呢，其实临近这边的呢，就可以去这个极地馆了。极地馆呢是分南极跟北极，这个极地馆里面呢会有企鹅，包括呢一些帝企鹅，还有北极熊啊、白鲸，包括海象等等这些极地动物。这边呢同样是有一个类似于隧道的地方，可以去近距离的呢去观赏极地的这个企鹅。那由于呢企鹅主要生活在南极，那现在南极呢是一个极野的状态，所以呢这个极地馆呢为了模拟他们的这个生活习性，就在这个现在呢就是没有开灯，保持一个他们那在极夜的那种温度，包括极夜的那个光亮度，以还原呢他们在南极生活的一个真实的状态。那这边呢，我就是先贴一下之前呢，我来到这边的时候看到过的这个企鹅有灯下的呢，会看得比较清楚。那而这个极地馆的这个不一样的地方呢，就是一般的海洋馆呢都会有企鹅，但是这儿呢它是有帝企鹅。这个帝企鹅呢就是在我们平常的这个旅游景点呢是非常不常见的，而且帝企鹅呢看起来非常的不一样，非常的有意思。这个帝企鹅的这个生活习性呢，感觉真的就跟之前看的那个《动物世界》里面这些帝企鹅，他们的表现完全是一样的。他们就站着在那儿不动，就是孵化或者是取暖这样，朝着一个方向，非常的可爱。这边呢，还有就是来自世界各地的一些其他的企鹅。这些企鹅或者说鸟类吧，它可能属于类企鹅，就长得像企鹅，但其实呢它更倾向于是一种鸟类，有点像也是非常的不一样。这边还有几只企鹅，叫 Magellanic Penguin。这只企鹅在这个热带地区也能生存，这我还头一回知道。他那只就在这儿待着。他们不怕热啊。
天天吃鱼的事。这边出来南极馆呢，就是进到这边的这个北极馆了。北极馆建设的特点呢，比较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它会有一个类似于科考站的这个模拟场景，它模拟了当时这个科考队带到北极的一些装备物资，包括一些探索的设备。整个呢在这个馆里面走呢，就觉得置身到整个一个科考站，作为一个研究人员的一种感觉去看这些动物。最先可以看到的呢就是白鲸啊，那白鲸呢也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一个海洋动物，它呢是感觉总是冲着你微笑的一种感觉啊，所以呢非常的受人喜欢。其实呢今天呢这个白鲸呢并没有浮出水面，我同样呢给大家贴一个呢之前浮出水面的那种效果，就是特别的有意思，应该说非常的有趣。然后呢如果说它不浮出水面的时候呢，其实是在下方呢同样呢是可以去看白鲸的一个在下面游泳的一个状态。这儿呢模拟的非常的细致啊，就包括地图啊、收音机啊，包括一些东西都模拟的非常的好。那这边呢是北极熊啊，今天呢是没出来，觉得可能太热了。这是两座这个冰墙，你可以去摸一下它的这个温度，这样是真的是真的冰，特别凉爽，真冰啊。真的巴巴凉，哎呀，真凉。紧接着呢这边就是看海象了。海象相比海狮跟海豹来讲，顾名思义啊，人如其名，海象非常的大，真胖。来往这边来，我这个下水的那个，好大呀，在投喂阶段。在吃鱼吧，应该是吃了好多。超级大。接下来这个虎鲸表演呢，绝对是整个海洋世界的压轴项目了。那虎鲸呢，也称杀人鲸 （Killer Whale）， 学名是 Orca， 也是高度社群化的动物。看来呢，这种社会化或者说社群化的动物呢，情商和智商还是要高一些。虎鲸呢，是我非常喜欢的一种海洋动物。它们在海洋中呢，是食物链的最顶层的捕食者，属于呢齿鲸亚目种的这个海豚科，是海豚科中呢体型最大的种类。虎鲸呢也是一种非常聪明的食肉动物，捕猎的时候呢没有什么忌口的，但是呢有一些虎鲸呢又呈现出了捕食的专一性，有的种群呢专吃海豹，有的种群呢专吃鱼类，有的种群呢喜欢专门猎杀那种海洋哺乳动物，包括大型的，就像我们刚才看的海象呢，而且甚至是那种大型的鲸鱼，它
们呢分布于地球海洋的这个各个角落。咱们今天呢看到的这个肯定是喜欢吃鱼的了。那虎鲸呢自身呢具有很多的社会行为，那捕猎的时候呢彼此的交流啊，通过他们发出的声音，以及呢他们捕猎时候那种通力合作的现象，被生物学家呢认为虎鲸其实是拥有自己的文化的。那在美国呢，这些虎鲸表演应该说是看一场少一场，因为动物保护协会的人呢认为不应该让他们来表演，也曾因为呢出现过虎鲸伤害这个驯养员的事件，一致认为呢这个表演呢应该立即停止了。之前我看圣地亚哥海洋世界呢也说原计划在这个去年一月就要停止这个虎鲸表演了，但是可能因为种种原因吧，现在还是能看得到，不过呢不知道还能看多久吧。这个表演呢非常的有特色的是呢，虎鲸会跟游客互动啊，不断的往这个前排观众身上泼水。注意这个水呢是海水。如果你有很多摄影设备的朋友呢，想坐在前排，然后呢近距离去拍摄虎鲸的话呢，需要做好防护。不过呢，其实虎鲸呢会对准一个位置，那一直泼，那看看谁是最后那个倒霉蛋，或者是叫幸运儿吧。取决于这件事你怎么看待。那我觉得呢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那成年的这个虎鲸的重量呢都是在8-9吨左右，近距离看这些大家伙跳起来的时候呢就很震撼，加上他们这种黑白的搭配吧，非常的可爱，让我想起了这个大熊猫，就是让人忘记了呢他们其实是顶级的这个狩猎者。突然间出来了，太大了，太大了。这玩意儿太大了，没事吧，看一看吧。这叫呱呱叫，咱这没事儿。差不多了，你看这表演完了给的特别多。妈咪，妈，在这趴着去。这几个人太狠了，四个狠人，四个狼人。漂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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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啊 ，Thank you！ 哈哈哈！哎呦！我啊！我天！我天！什么情况？哈哈！我去！哎呦，书包！哈哈！太精彩了。好了，那这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那如果你喜欢海洋动物呢，或者说你想到这个海洋馆来探索游玩呢，希望这期视频呢对你有所帮助。